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庆。今天我们要来拍一下这个韩服二月一号更新的东西哦。还要更新一把这个叫做看不懂，反正就是碎石机之类的。嘿，巴哈上面写什么碎石机的？我看过影片了啦，它看起来就像电锯嘛，感觉起来就是一把电锯的翻版。那最重要，我觉得这次更新之前看，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个可以破坏的地图，可破坏版本，哇，多帅啊！今天要来玩一下这个可破坏版本了。诶，它这个是不是改成官方地图会显示这样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专业的哦，专业，韩国人真专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玩一下这个可破坏的这个仓库火拼好了。什么叫可破坏的仓库火拼呢？就是你拿什么炸弹类型的那种武器，就是那种破坏性的武器啊，它可以把地图就是炸，可能是一个坑或一个洞，像这样。如果没意外的话，就是手雷啊丢过去蹦，还是这样，可能吧。我来试玩看看，哇嘞，真小。这要僵尸怎么玩啊？太恶劣了吧！傻眼！我看我这个真的傻眼！啊，这真要！哇靠！原来这个是这样用的哦！我会昏倒！不是啊，你这样，你钻下去之后，你就自己钻一个洞，你就一直钻，一直钻，一直钻，你就赢啦！我靠！然后钻的就他妈的有够快，可能是这把枪卖出来就是拿来钻这个石头的，钻这个地图，没意外的话就是这样。太扯了吧？那你这样钻一条线下去，你要怎么上来？哇，真的很专业。哎，哦，僵尸可以抓爆是不是？这张地图是僵尸可以抓爆的意思。不会连狂暴都可以吧？三小，我操！哦，这个看没关系啊，就玩玩看吧。来拿一下上次抽到的武器啊，破坏性武器我好像没有。哎，有，我拿这个，我有，我把屋顶拆掉。把自己拆掉！哦，干，好爽哦！喂，干你啊！吓死我！啊，靠背！哦哦哦 ！Oh no！ 看来这个楼梯是破坏不掉的呢。啊，靠背！看我能不能把这里炸出一个洞。哎呦喂，吓死我！哎呦，非常非常的专业啊，这个小少年。哦，直接转入地图外面，我操！啊，干老师。妈的，这已经是他妈故意的，破坏喽！到底是三小啦，我要丢86看看。我靠，威力真大，这个86。
算这个开起来就是为了炸地球而已吧。可能根本没有人打算玩这个模式哦。哎干，真的是他妈恶劣玩家哎！哎，哦，这还会有哦，破坏版他头上会有那个啊，想说不然这样要怎么抓到，对不对？真是的，哎，啊怎么抓不掉？哎呀，要右键，僵尸要右键，那所以还是可以上得来的。不过你如果挖下去，真的是很深的那种，你就要自己这样一格一格这样慢慢挖起来，像这样，那这样慢慢一格一格这样抓两个，这样跳上来，那跳上来，好粪哦，操你妈！里面的可以磨吗？哦，也是可以。我可以把墙抓爆，然后走进去。我真的很专业，很好。我不知道要怎么玩这个东西。哎呦，看老师来的，滚！去你妈！下去！看你老师，不行，我一定他妈要选这只。这张地图就是要选这只啊，不意外啊。铲狂暴的、欸，来像这样扔一下 ，bang！ 妈，他真的很爱炸、欸，我要自己炸我自己。有没有瞬间还想上去？哈，少骚货，直接把你整条炸掉！我跟你讲。哎呦，嘿，菜鸡，砰 ，Hey man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， 干老师来的你，他现在是要打我就对了啦，砰，他们就搞，很会是不是啦、啊？恶劣。这种人哦，就是要给他炸一下下来，让他知道厉害。他就很会。啊，兄弟，还想上去啊你兄弟？给我下来！啊，给我下来！兄弟，给我下来！啊，下来。没关系，你就待在那里。我想到一招妙计，你要在那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就从下面给你挖上去，看你要怎么。只有点暗，对，可以打开手电筒看一下。哼，看你怎么玩，看你要怎么玩。我操！兄弟，我来找你啦，兄弟，兄弟，我来啦，兄弟，完蛋了，这好像抓不快，兄弟。我费尽千辛万苦，在最后一秒挖上来抓到你啦，兄弟！觉得我们还是老实一点，拿着这个建造枪自己去建造。Fuck！ 你他妈卡好。看那个人又在往下挖、欸，真的有个恶心。这个会把空气枪炸掉，可以。他不准我下去，很会下去是不是？很会。该我抓不到你，跟你讲，小伙子。
哎呦，这有人建造哎，这有建造，偷塔偷塔偷塔。咦嘿嘿嘿嘿嘿！这可以挖挖洞挖洞。哦，干，我真的是天才啊，天才！我操，真他妈天才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你他妈跳没关系啊，你要这样玩，我让你下来，我跟你讲，兄弟，上面不是跟你这样玩的、啊，兄弟。哎呀，没炸成功，炸下来吧，兄弟。哎、欸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操，那这个。哦，太稳上来炸他了，他妈炸好高、哦！砰，下来吧，兄弟，别想跑啦，兄弟。兄弟，加油啊！Holy shit， 停啊，兄弟，不要恼羞。真好玩，真好玩的这个，挺好的。我不相信我抓不到他，完蛋了，我真的要死了！死！哎呦，不要这样，兄弟，太凶了 ！No No， 然后我再跟你说是 No。阿干，我忘记了，我他妈还藏狂暴。都没血了，真是可恶！看来是抓不到人扔了。总之，这个模式玩法应该大部分应该差不多就这样吧。我操，还把车抓爆！还是老实点，拿着个死棋。好啊，就差不多这样吧。拿一下死棋。老实点，算了，还是拿爆炸性武器好，比较好脱身啊。这个，哦耶！轰炸全场。就是这关拿彩炮一定很猛，猛猛的。真爽！看好，看好，看好！砰！是什么东西？榴炮哎、欸！我操你妈！哦，恶劣恶劣恶劣哦！这样不行啊！哦，恶劣，恐怖，太恐怖了！我操！啊靠！拿错，又拿到死棋，算了。又有榴炮可以玩哦！榴炮榴炮榴炮，砰！我靠！拆门喽！轰！我操！真是他妈恶劣！整个地图啊！你他妈门不打开是不是？门不打开是不是？我自己开。哎呦！你他
吗？给我下来呀、啊！给我下来，兄弟！兄弟，别上去了，兄弟，下来吧你，兄弟，下来吧你，别上去了，你上不去了。啊！把整栋 CT 大楼给拆掉了，太扯了啦！哦，干，好好爽哦！哦，我要把水路整条拆掉，万恶的根源。真爽呢！哎呦！意外发现有人在挂机。等一下，不能站太近，站太近，等一下被流炮炸死就好笑了。OK， 上不去，好，再炸一个。OK， 解决。目标就是让那个人下去。哎呦，太可惜了！哎呦，还要炸我哎、欸！操！来啊，我上面下去，我上面这样打会比较有优势。你他妈欠丢86，你他妈的！哈哈，看来这局是我成功了，干！下去吧你，搞基，下去，下去，叫你下去，下去。下去，人嘞？没路是不是？直接拆，真爽！哎呦，不让你上来嘞！卡住了！我操！那个那把武器到底在哪里啊？看那个人拿好像蛮爽的、欸。哎呦 ！Headshot，Headshot，Nice。哎呦，最后，哎，停掉！没关系，可以捡。嘿嘿，想跟我抢是？下去吧你，下去吧你，哈，想跟我抢嘞，啊，小伙子。哟，手持双流炮，让英雄下去，让我们让英雄下去吧，英雄下去吧，你们下去吧，英雄下去吧，你上不来了，下去吧，兄弟上不来了，不用想上来了，真他妈恶劣玩家啊！我操，我干，不行，这样下去会被僵尸刷掉，先逃再说。先逃了再说，不要理英雄。下去吧你们，真爽！下去！英雄嘛，很会嘛。来，我再去捡一个补血，搞你！就只搞你这个英雄，
别喽。就只搞你这个英雄，我操你妈的！好爽哦！下去最底层吧你。你还只有叠啊！我操，再叠啊你！你叠叠一排，我就直接把你轰掉。多么的简单，简单啊，轻松轰！你再叠啊，我直接给你轰掉，用那脑修。哎 ，what the fuck，what the fuck， 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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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怜哦，比爱哦，哦吼，哦吼吼，嘿嘿嘿，专业，直接一个卖掉哎、欸，好爽哦！那接下来要害谁呢？科科，先去捡一把嗜血流炮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先捡一把嗜血流炮，捡，啊，我捡。然后呢，开始找一个受害者啦。这模式就是这样玩，没错。啊，没错。我干，他直接站在那上面，恶劣。看你你。哦，想一下哦，非常专业，就是你啦，就是你啦，兄弟，兄弟也不要跑，就是你啦，兄弟。哎呦，他该不会出去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点，更好的点。好，就决定是那位先生啦。也很，她是女士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搞她搞她，操！轰！拜拜！下去吧你们，下去吧你们，下干你老师，金家不能走你。哦，恶劣玩家哎、欸、哦，真他妈恶劣，恶劣极点的啦哦，恶劣极点，恶劣之吻哦，看。捏你，真能过，我都忘记我流炮了。算了，我们换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再找下一个受害者，就是你啦，不然要谁嘞？下来吧，下去吧你，下去吧你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哎、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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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刚好捡到这把碎石机耶！刚刚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啦！我靠，这声响！哦呦，这可以，这个会吗？不行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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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呦，看来他这个距离有限，距离有限，对，大概怎样？距离有点短。对，差不多就两格，一次两格这样。来哦来哦，我们要开始钻喽，开始钻喽，开钻喽，兄弟，钻出一条血路，挖地哦。好，接下来去挥挥看他们这些浦江。哦哟！好啦好啦，那这集结束啦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这次影片拍的有点仓促啊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模式是不错玩的，还挺有趣的。今天是韩服第几次游玩啦、啊、我想想，可能是啊，算了，之后再看看好了。总之今天影片就。
这样结束啦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耶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快点订阅了。